金美香，那么最近我们在看贵司保捷，特斯拉终于宣布它在台湾降价了，而且两款车一个降20万，一个降18万，这在台湾是过去无法想象的数字。我们有买过车都知道，哎，一台车你要降个5、6万那就不得了了，你要降到10万，这代表说，哎，你可以动用很大的一个关系。结果这次一降就降了20万，一降就降了18万，那你觉得很多吗？没有，它在其他地方一口气就降了40万。特斯拉这一次的降价非常清楚，它就是要抢占市占率，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说。2023年，那是一个电动车的元年。现在很多的车厂都已经宣布了，再过几年他们已经不开这个所谓的燃油车，全部都是用这个电动车。甚至我们看到了现在车辆的50霸主丰田，丰田现在的丰田章男都说，哎，我对于电动车我太缓慢了，我的存在就是一种阻碍，所以他现在下野，也就代表现在丰田到了2023年，他也觉悟了，他也要全部的进到了一个电动车的市场。而这个电动车市场有多大呢？我们看这张表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到现在2023年他有15%，因为他已经进到了一个甜蜜点，破了15%之后，我们知道所有的产业都会大爆发，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会到32.8%，而整个未来电动车产业会直到什么？到了一个6兆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产值，那是一个庞大的市场，那个庞大的利益，谁能够在这个庞大市场庞大利益分一杯羹，那就有可能是未来的霸主。好，我们今天请到了别的地方首席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每一道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时事评论李正浩。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黄伟汉。好，这个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大家好。好，第六位是战略专家李廷辉。大家好。好，寿，特斯拉终于降价了，终于降价了。哎，你之前讲，哎，特斯拉在每个地方都降价，只有在台湾不降价。你就一直在疾呼说，哎，你该降了吧，他终于降了。降你也说，哎，这个降价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战国时代的来临。对，他的降价就代表我要抢攻市场。是的，我要抢攻市场就代表，哎，我已经强敌环伺了。而且特斯拉持续的降价已经造成了全世界奔着电动车的杀戮战场，就像好像过去的罗马竞技场里面猪熊开始厮杀，厮杀到最后到底谁会是那个赢的角斗士。所以说，哎，电动车已经进到罗马竞技场了。没错，你看台湾，哎，我们要之前他已经在亚洲其他地方，还有美国都降价了，他终于也在台湾，今天 Model Y 降价了，两个款式，入门款降了18万，然后 Performance 款就比较高阶的款降了22万，一口气降22万。这个其实呢，哎呦，很多原本还在等待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消费者，已经开始听说下午已经开始去订车了。对，那你知道因为他这样降价之后，哎，我跟他讲。事实上，根据这个特斯拉的说法是说，这不会是最后一次降价，他们准备还要再继续降价，而且还要继续杀戮下去。而且他们准备还要再推出一款类似是 Model Q 或是 Model 2，可能呢这个价格呢会在100万台币以下车子，所以他今年呢还要继续杀。所以这个不是杀价开始，是不是杀价结束，这个不是终点，对，这只是开始，是杀价的开始。那因为杀价开始之后，你就知道事实上为什么丰田章男会赶快说，哎，我好像不再适应了，因为他根本无法适应现在的杀戮战场。他过去一段时间享受了太多荣光之后，他没有办法再上去接受这个罗马竞技场的新的挑战。因为现在除了这个丰田的脚步比较慢之外，你看现在群雄并起啊！你看，包括 Volvo 已经说，我3年后几乎所有的主力车款都是电动车。那请问你现在Toyota在哪里？奥迪甚至还说，2029年以后我就不用生产电这个内燃车了，我要生产电动车。那你跟我讲保时捷啊，还有欧洲了，欧洲都已经用非常激进的方式，2030年就全部都不要生产燃油车了。对，可是你目前Toyota的动作是怎么样？太慢了，所以我才跟你说，现在要进入大爆发之后，这个只能告诉你，跟不上时代了，你就注定被淘汰。好，是从。最近我跟你讲，丰田章男持续位置的时候，你就讲说为什么？那因为2023年是一个电动车的元年，我还感觉不到那样的气氛。刚刚讲了这个所谓的丰田章男去职，对，就看到了整个欧洲去跟美国配合，也是为了那个未来那个电动车的这个晶片。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整个特斯拉杀价的风潮，对，杀到台湾了，对，我都感觉到那个电动车的来临了。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年的渗透率会突破15%，甚至更快的速度往上飞奔，可能到5年之内它就会过半，甚至已变成是主流压倒那个内燃机。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丰田章男他必须要离职，他也觉得我离职对丰田比较好的原因。好了，我就讲为什么特斯拉绝对不是最后一次的这个价格战，因为你看完非常清楚，那它过去股价一直从这个600多一直跌到今年初108，就它杀价之后开始股价涨。
它现在涨到快要200块了，因为它要抢占市占了。对，所以显见呢，这一招对它非常有用。那为什么非常有用？因为第一个，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特斯拉以前的毛利，就我一台车卖出去，我大概可以赚32块左右。哦，就它一直不断的杀价，现在来到27。那听说它现在在杀之后，它现在会来到18。18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头要谈判才12，那你再杀下去会更低。那你知道比亚迪来说的话，它了不起就是10几%，就你再把它杀下去，它更低。对，所以也就是说它还有很大的杀价空间，它可以跟你去杀。那为什么你说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这个杀价空间？很简单，因为一台车里面成本最高就是电池。那电池来说，它因为它很早就跟什么 Panasonic 啦，或是跟这个宁德时代啦，他们谈好了。你的厂专门给我生产我需要的这个电池，而且我是最大量，所以我的电池呢比一般的成本都还要更低。你看一般的电池大概占全部的成本的40%，但是它只有它要低，比别人低上1/4，所以那就是我的毛利啊。另外一个，我靠什么赚钱？宝杰，那他因为特斯拉在组装的时候，为什么他能够省那么多成本？他有一个叫费力蒙的这个工厂，宝杰，那这个工厂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机子，这个机子有大概约莫是好几个这个厂房之大。那他做什么？对，他是做什么？他在压铸，他就一台车，他那个铝块机器一压，那就是一个这个外形。你说一压就是一台车一体成型，对，所以直接压出来。所以你看，他省了非常多的人工成本，省了非常多的这个产线。也就是说，伊隆马斯克他的，我们讲。特斯拉的超级工厂里面的产线是伊隆马斯克自己设计的，所以他能够做的速度或是成本都比外界的更低，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那伊隆马斯克他想法是怎样啊？那特斯拉他的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他除了用硬体之外，他很加了很多软体。也就是说，如果未来要开放某些功能的时候，我就给你升级。你只要订阅我的升级方案，我就让你升级。你只要买新版的软体更新之后，你就可以用。所以，自驾是有不同的成分程度，有不同的 level 的。你现在买了以后，我的自驾未来讲不用担心，对，我的未来的自驾的程度可以往上提升。对，你可能2年前买的是比较低版本，我现在有新机，你只要再买再加个10几万就买。所以你知道，其实特斯拉某些程度来说，它其实是卖硬体之外，它也在卖软体。这个观念跟苹果公司非常像，只是说。你要丰田章男，他根本就搞不懂这些嘛，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个是需要一个新头脑才能够理解这个整个电动车怎么玩。而且我们在前面讲嘛，现在特斯拉觉得我最大的敌人在中国，我最大的敌人现在已经浮现出来了，那就是比亚迪。但是刚刚讲的，这一次一杀价之后，对，血流成河的就是中国的车市。对，我们看这是中国车市，从比亚迪、理想、iM 这个蔚来、哪吒，然后这个小鹏、赛力斯，然后各式各车厂。我们现在看两个图，这个是比较浅的蓝色是12月的销售量，比较深的蓝色是1月的销售量，掉这么多。你可以看到每一家厂商全部都掉。不是最后不是一家两家，是每一家都掉。所以杀价这么有用？为什么每一家都掉了？因为大家都跑去买特斯拉。那你知道市场它一开始降价的时候，那他们特斯拉的这个所谓每一个销售点，很多人去抗议啊，就说你之前不是说不降价吗？对啊，就看一看完之后，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事？转个头去登记，我要买特斯拉，买下一台。所以他们现在变成是这个样。那你知道二月份来说，一月份来说的话，它的交车订单量比平常要多2倍左右。2倍。而且他说他的交车日交车的这个成长也成长了36%，达到25000多台。所以你知道事实上降价有没有用？降价真的就把特斯拉整个这个感觉都完全活过来了。而且你听到说，今天特斯拉我要降价的，因为是什么？全世界开始群雄并起，因为我刚刚讲的 Volkswagen、Volvo， 包括福特，包括通用，都有新车的产生。对，因为这个新车的产生，刚刚讲到的，它的性价比其实都蛮高的。是的，所以这也带给特斯拉极大的威胁。对，也就是说，事实上现在传统车厂呢，他们进步的速度非常快。比如说，你看以 Volvo 为例 ，Volvo 其实它现在已经跟中国的吉利集团两个是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其实某些程度它有中国的降低的这个能力。你看它现在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啊，它推出了这一台这个 XC40 的这个纯电动车，卖得相当好。那为什么卖得相当好？因为第一个，它用了很多中国的相关的这个技术进去，而且它也把它智能化，虽然其实卖得相当不错。但是你看 ，Volvo 不是只有这一台哦，他还说我们未来准备要弄一台更这个高档的，类似是这个豪车、豪华型的这个厢型车，这个部分我也准备要继续设计。所以呢，他们现在推出非常多车，甚至他也准备把你看 Volvo 这个总部，他把它移到哪里？移到亚洲来。对，因为亚洲来说，亚洲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这个电动车的电池啊，还有相关的零组件，所以你看他们已经开始把它移过来。你说
Volvo 不但是瑞典卖给了中国，现在连总部都来上海了，搬到这个地方来。那甚至什么？他现在投资方面来说，他有引进这个 Google 新的这个电池，所以你看啊，新的这个投资进来，然后还有新的这个自驾系统，所以你看各 Volvo 本身它也在快速的这个蜕变之中。那你更不用讲，其实我们就讲。电动车的玩法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象。哦，这一台车是什么？这是奥迪。奥迪是目前为止的豪车里面最激进的。他说我2029年呢，我就旗下都只能够生产电动车。然后2033年的时候，我的内燃机的车是彻底绝灭。那他发明他这台电动车的这个概念是怎样？保杰上。它里面来说，它前面你有没有注意？这台是奥迪，对，它前面坐在车子里面吗？它前面没有把手，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仪表板，也就是说，你一旦启动这个自动驾驶的时候，它就完全消失。那完全消失之后呢？你看它前面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观景玻璃窗，你看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我想，哎，奇怪了，怎么跟我以前开车的感觉不一样呢？对，完全视野是不一样，你看到完全都是360度，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同时之间呢，它这一块玻璃呢，其实它某些程度来说是可以投射东西，也就是说你戴上 AR 眼镜或是戴上什么眼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甚至它跟所有的这个周边的资讯都完全整合在一起。你可以看到2-3公里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图资资讯都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超乎大家未来的。它告诉你说未来的整个电动车、整个自驾车怎么去玩，这告诉你这是未来的可能的发展性。所以，哎，奥迪玩得很凶，哎，它等于2026年以后。全部都要推自电动车了。对，没错。好，那我们讲美国的国家队就通用汽车。为什么它是国家队？它2009年出现问题的时候被美国收购，所以它现在其实是美国的国家队。那国家队它也是一样啊。他说我目前马上，你看你有注意到，拜登每次去试驾都去试驾这个 GM， 因为 GM 是国家队嘛。好，那你看 GM 现在怎么做呢？你看他开的这台车。这个拜登开下去说，哦，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这台车能够开得这么快，而且那个车的这个操控性能的状况，让拜登都非常的称赞。那好，那他现在的通用汽车现在是快速的往前进。第一个，他现在要为了他的锂电池的这个可能不足，他收购了美国的这个锂公司的这个，现在开始买锂电池，对，投资锂矿。那另外一个什么？最近不是说可能呢，鸿海要跟通用互相合作嘛？因为鸿海提出一个方案，就是我给你晶片，然后你让我代工的方案。所以呢，事实上现在通用也在加快速度，现在所有人都在加快速度的一个状况。甚至我们最近不是讲吗？和硕童子贤不是加入这个绿营的这个？为什么他这样？因为他想要往美国发展。哦，他现在要去美国。我明白，我这觉得奇怪，他不怕得罪中国吗？因为他现在要去，他要去美国，他要去美国设立所谓的车用包括 CPU 的这个厂商。好，那这样除了那些厂商之外，你看福特也是一样。福特他，你知道最早特斯拉降价之后，国际厂商最快降价就是福特。因为福特的 Mustang E 呢，在中这个是它的跑车型，对，它在美国卖的非常非常好，它要紧盯着你的这个定价策略。你知道福特是盯着这个特斯拉，那你跟我讲保时捷，保时捷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都说，哎，保时捷是那种引擎声浪很对啊，很美的、啊。他也说，哎，我目前呢，我未来只要推出保时捷的这个燃油车版，我就要推出。他也不用涡轮引擎了，他就没有，他未来的涡轮引擎声是用加给你的，你要什么声音我都可以加给你。那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玩法。我电动车是没有声音，但是你要什么引擎声音我都可以加给你，因为只要用这个声浪弄给你听就好。所以那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玩法，完全颠覆你的想象，这绝对不是丰田章男他能够想象得到的。好，董事长。拜登上任之后开始讲说，哎，我要全力去发展电动车。你就讲电动车才是真正国力的一种较劲，未来的电动车绝对是中美之间最激烈核心竞争的一块。哎，没有想到这个风在2023年我们就完全感受到了。你刚才讲到今天特斯拉要大降价，大降价就是我要把这个血洗这个战场，血洗这个战场我就知道抢占市占率了，这就是提前开打。大家都非常意外，因为就譬如说你刚刚讲的 Toyota 这个案例，Toyota 一直有一个在战略上的观念，认为说全电动车时代的过程中，中间有一个过程，油电混合，油电混合车，他一直相信这是他的信仰，有这个过程。结果这个过程现在跳过，没有了，没有了，很简单，世代交替，整个都垮掉了，整批人就下台了，对，就变成这个新的开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话，全世界锁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特斯拉供应链。特斯拉供应链，它 supply chain 啊，它跟别的车厂不相连，它自己创造一个特斯拉供应链。对，这特斯拉供应链就是让中国会给它在上海特殊的条件，让你特斯拉到上海来发展。
让你带动我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供应链的后备的这个 supply chain 的能量。所以宁德时代就变成了这个电池第一的厂商。对，它宁德时代，因为这个总量，它现在目前我们昨天谈过，今年的总量，每这个中国的总量是在1000万辆的市场，这个是最大的市场。我讲一说，可是就有一个概念就出来了。现在是反特斯拉供应链出来了，所以全世界现在要攻击跟特斯拉竞赛的车厂，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如何来反制特斯拉供应链。对，所以这就是今天鸿海在这个里面的机会嘛，反特斯拉，对，你不能让你独吃。对，因为他不是独吃，他是他自己搞一个生态系，他这个系统跟你不搭嘎，对，跟你完全不相连。那你现在你其他福特或者其他的通用你怎么办呢？对，对不对？那我要做我的各通供应链，可是他做不出来啊，因为他已经晚了很多步嘛。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他从他油车要转过来的过程中非常多的困难嘛。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鸿海这个提供，就是他提供一个他们独特的另外一个所谓美国供应链的概念就出来了嘛。因为美国供应链的概念就是今天拜登要的东西啊。拜登很简单啊，拜登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一定要让美国汽车工业独步全球嘛。没错，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他是他的工业核心。对，但在美国的汽车工业里面，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跟中国车厂竞赛嘛，这不可能的事情啊。现在跑出来一个中国车厂也非常像，所以比亚迪这些都跑出来了。对，所以现在变成你分三大块来看的话，就是有美国、有中国、有欧洲。很非常遗憾的，日本会摆到后面去的。日本惨了，就摆在后面了嘛。所以因此现在，所以我们要讲到，日本现在电动车占比不到5%。是它，而且这个量，这个数量还不非常困难成长。所以你现在看到美国开始，就因为它美国有一招很厉害的嘛，对，它可以封杀你中国科技嘛，对，可以封杀你中国车厂嘛。因此它会全部用国家的力量投入在美国，鼓励车厂给钱给美国的车厂。用补贴的方式来跟他拼嘛，就是棒子跟胡萝卜两边都来，全部像这样干。所以我认为说到最后的情况就会变成美国供应链这个，因为你不管现在什么花样，那个都是过程啊。最后几个来比赛的时候，就是比赛综合它这个整个生产的总和力量嘛，生产能量从设计开始到零件啊，到整个 supply chain 整套东西，我能不能建立起来嘛？那美国、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对，美国现在刚刚开始嘛，是，而且欧洲也开始做了嘛。通用现在才去买锂矿。欧洲也发现说啊，糟糕，我已经晚了一步了嘛。对，所以欧洲也开始推动所谓的有可能的补贴方案哦，也开始了。对，所以国家力量这个现在不是一般的自由贸易，也不是一般的全球化市场。全部由各自的国家力量在推入，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未来在全球来讲的话，这三大部分对还是会存在的，就是说美中欧、美中欧三个大的 supply chain 会形成它三个独立体系，那这个独立体系会外溢到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啦，到阿拉伯国家啦，或到其他不同的地方去。发展出他们的整个，因为你其他小国家你没有能力做了，对，所以台湾就有机会在这个美国供应链里面扮演一个关键角色。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可能把我们的 GDP 把它变成 double 的可能性。因为我讲很简单的概念，全世界我们现在靠 iPhone 现在独步全球嘛 ，iPhone 的一年的总营销量。来讲大概1兆美金，对，但是你知道电动车多少？多少？7兆美金到10兆，7兆到10兆，上看7兆10兆 ，iPhone， 所以 iPhone 时代还存在，对不对？可是你的总量就是1兆美金，是1兆美金里面半导体大概是在4000亿美金左右，对不对？而我们台湾大概在1000到2000亿美金嘛，所以你就用这个百分比看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同样的概念，我们从iPhone 的主要供应的供应链要跳到电动车的供应链里面，对，我们的油水会比现在多好几倍。好，正好另外就是现在中美之间刚刚讲那个竞赛已经从半导体，已经从军事科技，现在打到了所谓的车辆了。车辆，我刚刚讲的，巴菲特现在不断的去卖比亚迪，就讲因为他不看好未来比亚迪，毕竟你的未来技术可能被封掉，被封掉，现在美国已经出手了，美国出什么手？既然刚刚讲《华尔街日报》讲。美国有一家公司叫图森未来，图森未来多可怕！你是两个创始人，
你的西游竟然都跟因为跟中国的关系面临你是经济间谍的指控。对，因为呢，未来自家车在整个经济上真的太重要。图森未来如果美国现在不出手，未来至少一年一兆的市场份额会被图森未来吃掉。图森未来有多强？这台车就是图森未来的。图森未来强到什么程度？它被称之为什么？卡车界的特斯拉。它跟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做一般车用车辆，对不对？图森未来做卡车，它做卡车的自驾车。那我们现在看到是图森未来的示意影片哦。图森未来强到什么程度？2016年的时候，全世界有一个自驾演算法的排行榜，排行榜里面哦，图森未来不仅有超越特斯拉是世界第一，而且是里面9个细项第一名，他拿9冠王拿世界第一。哎，我真的也太这个什么都不懂吧？他居然这么厉害，我都不知道。对，因为那个自驾演算法排行榜有几个，一个是目标检测有3项，目标追踪2项，道路分辨有4项的屏蔽啊，总共9项，对不对？9项比图森未来全部都第一名。而且呢，我们昨天还在讲 Level 3 Level 4很大，对不对？图森未来2016年拿世界第一，对不对？2017年图森未来就搞定自驾的卡车，从加州开到亚利桑那的路测实测。2017年哦，那多远啊？而且我们现在还在搞 Level 3，对不对？对。他2017年 Level 4就上路，完全无人卡车。而且呢，2017年同年他拿到加州的无人驾驶牌。对。换句话说，图森未来早在4-5年前就已经搞定。可以做出一个自驾的卡车，然后在美国道路上。所以说，那中国就很想用他的技术。不是，因为他本身创办人就是中国人。真假的？难怪要把他的发行人创始人这间谍。这不是这个经济间谍问题，因为那时候图森未来太猛了吧？因为2017年就从加州自驾到 AZ， 然后大家算一算哦，如果图森未来哦把自驾卡车市场吃下来，他光油钱每年省10%，然后算一算把全世界卡车油钱的主要国家啦，中国跟美国算了，10%有钱就1兆的营业额。对，这1兆营业额就图森未来要赚的嘛，因为它利润嘛，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关注图森未来。就图森未来哦，2021年的时候，没错，就开始上市，因为前面太猛了嘛，然后不断的花钱投入资金，投到一半发现，靠北，他的创办人叫陈默。沉默的是2015年在北京就成立了图森未来，他的同时哦，在北京跟加州成立图森未来，然后呢，他的所有大外宣所有时间都在加州做，对，他的根在北京，好可怕。沉默是中国人，后来呢，他故意取那个名字叫沉默吗？不，他的中文名字叫沉默。对啊，我说沉默也学太好了吧？对，结果呢，到底这个人是什么也不知道，反正 anyway 呢，美国发原来你背后是老共啊，然后后来发现美国跟他启动调查嘛，启动调查发现图森未来不止账有问题，图森未来连什么他的技术哦都不断的给中国，我在美国不管募资到，然后可能跟美国学校或美国业界研究技术，左手美国研究看起来是在图森未来在用，对不对？右手就把专利给中国，右手没了，他变成自驾界的白手套，你知道吗？变成一个货真价实的间谍。我的根，我的总办公室放在了中国，可是我的实验都在加州，在加州我就可以用美国所有的最好的技术，我把美国所有的最好的技术吸收进来以后，就转给中国了。所以《华尔街日报》特别说，图森未来两名创始人都中国人哦，与 CEO。因为与中国的关系会面临经济间谍的指控啊，所以这些事情哦，对于美国来说，哎，这个东西已经科技战已经全面开打。未来如果中国变全世界自驾霸主的话，我经济上就落后一步，我经济上落后一步，我军事上怎么前进一步？所以真的全面开打。所以中国自驾车的行情未来到底好不好，对不对？看一个人知道，看巴菲特的脚步、啊、很有趣。巴菲特，大家股神巴菲特，我不用太特别去介绍他到底多厉害。巴菲特从2008年开始买进比亚迪的股份，对，结果呢，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高峰的时候呢，他持有比亚迪20%的股票、哦，比亚迪1/5的股票是巴菲特持有。结果你知道吗？从2022年的8月，就去年8月，没有很久以前了，巴菲特开始卖比亚迪股票。连续8次抛售，现在最新的第8次，比亚迪不是在蒸蒸日上吗？他不是变全世界第一吗？他不是都已经都要去直接扣日本的关了吗？我们昨天才谈过比亚迪，不是说业绩都很好，对不对？可巴菲特告诉你，我要减持，所以他就是一个风向球，他根本不看好比亚迪的未来嘛。而且巴菲特很有趣哦，他过去长期持有包含可口可乐、包含苹果、包含比亚迪哦，他的逻辑都一样，我看好你，我就长期持有。我如果觉得我不看好你，我就全部减持到零。
所以这不第八次不会是最后一次，所有市长都说一定是最会第九次、第十次，最后会减持到零水位的时候，就把比亚迪完全抛售。所以啊，巴菲特告诉大家，你不要看比亚迪的现在，我巴菲特看的是未来。为什么不看好比亚迪？因为美中大看大战已经开打，美中大战的开打，除了这个晶片之外，电动车也在开打，所以巴菲特一定闻到了什么，知道什么，所以认为比亚迪的未来并不可期待。好，廷伟，在中美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数字现在让我有点毛骨悚然。这两天不是在台湾访问的戴维森，也就是前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他讲说中国计划要准备好2027年要攻打台湾。哎，你如果说只是戴维森一个人讲就算了，美国中情局局长也是讲说2027年习近平已经下令解放军，讲得很白哦，习近平下令解放军2027年要对攻台做好准备，真的还假的？这是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啊 ，Burns， 他在这个乔治城大学的这个外交论坛上面哦，提到一件事情。他们说，根据中情局他们拿到了资料，就是说在习近平内部开会的时候，就要求解放军2027年以前要完成所谓的攻台备战哦。那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习近平指示的。是，然后呢？但是有一个所谓的变数，什么变数？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因为俄乌战争，习近平竟然发现他说，俄罗斯的武器竟然这么那么难用。然后所以呢，他也对这个事情非常吃惊，也非常失望。所以就是哦，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俄乌战争是阻止了习近平这个回到一个理性的思考。哦，你说如果没有俄乌战争的话，习近平就打过来了，是有可能就在2027年就会有做更多的事情。因为2027年刚刚什么东西，建军100周年，中共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刚好也是习近平的这个任期准备要进入第四任任期。对，如果他在台湾问题上面没有一个成就的话，他可能无法对内交代我为什么要在进行第四任任期哦，所以有可能是在2027年动武的原因是这个样子。那这时候也应和了 Davidson 还有什么 Burns 的这些讲法哦，所以2027年这是个决战点。现在美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就是说，在赶在2027年之前呢，让整个台湾周边海域还有周边的这些国家全部都武装起来，不要让解放军有任何的想法。所以说，哎，原来美国对付中国的 deadline 放在2027年，也难怪说现在奥斯汀要跑到了菲律宾。我们之前讲过，在 CSIS 里面的响地里面，绝大部分的攻击都在南部，因为我们的北边防御很强，还有我们的北边还有日本可以协助，可是我们南边巴士海峡我们是空的。现在要把菲律宾进来，而且刚刚讲已经拿到4个基地，4个基地有2个最关键在吕宋岛，吕宋岛就在巴士海峡的下面，他要把台湾的南方也巩固起来。是的，因为这几天这个奥斯汀，美国国防部的奥斯汀在菲律宾访问的时候，这时候跟他们达成一个协议，原本美军在这里就有5个基地军事基地在租用，现在呢菲律宾又答应4个军事基地给这个美国来使用。据了解哦，应该有2个军事基地是在吕宋岛，有2个基地呢，有可能比较靠近南海，所以2个基地专门是针对这个台海来使用的，另外2个基地可能针对南海使用。那其实哦，各位可能认为说，哎，距离台湾的这个外国来讲的话，可能是日本的与那国岛，距离花莲大概就是110公里左右。其实没有，其实距离台湾最近的应该算是菲律宾的亚米岛。为什么？什么东西？亚米岛。亚米岛，你看到从吕宋岛往北走，一直到这个所谓的兰屿的中间呢，其实就有一个小岛，这个叫亚米岛。那亚米岛往下走是个巴旦岛，巴旦岛上面有菲律宾的驻军。亚米岛虽然现在没有驻军没有错，问题是未来你看到连美国都可以把日本的马毛岛开始武装起来的话，亚米岛未来也有可能武装啊。亚米岛往上走就是小兰屿，小兰屿在上面就是兰屿，所以你看到其实距离台湾最近的，其实大概将近九十八公里，对，与那国岛到我们的宜兰是108，亚米岛到台湾是98。是，如果说真的要驰援台湾的话，真的最近的应该算是菲律宾了。那如果说美军能够在吕宋岛这个部分建构他的两栖作战部队，或者是滨海作战部队来讲的话，就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最快的速度呢来驰援台湾的南部。那因为南部是这个所谓的战力是可能是比北部还要这个弱一点嘛，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如果能够美国补足这一块，再加上一件事情，它可以封锁巴士海峡，可以让中共的这个南海舰队或是东海舰队无法这个进出太平洋，这就是美国他想要想的一个策略。所以为什么现在奥斯汀呢，这个马不停蹄的，包含我们看到2-3个月前，美国驻菲律宾的大使也到克拉克空军基地还有苏比克湾去视察，为什么？这都可以一些讯号出来，就是说有可能美国重新武装菲律宾，让菲律宾能够作为在驰援台湾当中的一个第一线。